在的位等会置儿，是，可以。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弗朗省怀化市黄章市拘留所。今天上午，我凭着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书，我当事人的律师事务所的介绍信，我当事人的这个委托书，依法对包海燕进行会见，但是黄章市拘留所。商所长以会见需要领导批准为理由拒绝会见，然后我又赶到了黄章市公安局，找到了刘峰勇副所长，副局长，他以我所有的这些证件都有可能是虚假的为理由拒绝让我会见。下午2点半我们再一次会见，很遗憾的是包海燕、姚春琼等四人已经被转移了，但是肖日南和赵太华两人目前还在。经过与拘留所的这个交流与沟通，他们答应我是会见肖日南，现在我正在等待。